芥菜心的花，我们会吃这个菜心，对不对？这是它上面的花割下来的，这个才会有芥末的味道，不是芥蓝菜哦，不是芥蓝菜，菜心看起来很像，但是这种只有苦的味道。这个我们要拿来做冲菜，这个才对，对，芥蓝花就不行了。不要买错，125，便宜耶。这个是芥蓝菜的菜心，其实看起来很像啊。对，看起来其实很像哦，可是这种没有冲味，没有那个芥末的味道哦。因为有一次我就是买错做错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。那我们去付钱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是玉露姐，今天要用芥菜心，我们要来做冲菜。可能很多人没有吃过冲菜，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过。小的时候我住在眷村里面，四川还有湖南的老北北，他们自己会做冲菜，装在那个罐子里头，要吃多少就加多少出来，沾酱油香油这样子吃。为什么芥菜它会就是可以做成冲菜呢？就是因为芥菜类的这一类蔬菜，包含小芥菜，其实它们本来就带有芥末辣味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处理，把那个芥末的辣味提升出来？其实做法真的超级简单，只是现在真的好像失传了一样，都没有人在吃。像我公公讲的啊，他说青椒辣嘴，蒜辣心，然后芥末钻辣鼻子两条筋，就知道这个芥末的味道，它真的一吃冲上去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其实做法真的超简单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赶快来看怎么做。菜啊，一定要先把它洗干净，像我是把这叶子都扒开来，然后就把它搓一搓，就把它先把它晾干一下，因为你晾干水分越少，等一下我们在炒的时候比较好炒啊，就这样给它放着。这个来做就好，因为这个最嫩，叶子的地方其实可以留着。这个我们其实把它拿来腌制，然后把它晒干，它就是变成那个酸菜，好，酸菜叶可以做梅干菜了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看哦，这个上面比较粗的地方，这个就不要太粗了，好。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稍微把它对破，好，下面比较细，下面不用剖破，上面就好。然后这样我们就把它这样子就切这样子的大小，把它切丁，就让它比较容易受热，切太小也不行，切太小你到时候要吃的时候啊很难夹。好，把这边全部切一切。有没有看到这锅子在冒烟了？有。做这个啊，火一定要开到最大，最好是用铁锅，因为铁锅比较薄，它受热的速度很快，而且它因为它薄嘛，食材的受热度也会快一点。就是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，就是赶快让它加热，都没有倒油哦，就直接这样干炒，烧到最热已经一直冒烟了。干锅。对，这时候就把它全部进来。这个冲菜啊，它为什么会冲，就是它要靠这个热把它的芥末的味道把它激发出来，所以不能炒熟哦，炒熟它也不会有芥末味哦，就是这样子它受热一下，不能加油也不能炒熟。其实有些人会加油，但是我自己试了好几遍，其实没加油我觉得效果就很好了。对，然后大家也可以用那个小芥末来做小芥菜啊，对对啦，小芥菜。然后也有人用小油菜，但是我觉得油菜做出来效果不好，它的芥末味不够。我们现在都没有剪哦，都没剪片哦，你现在就看我大概炒多久啊，就是炒到它香气出来了啊，有热气就够，这样好熄火了，不要炒过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装罐咯。快，就是你看它有冒烟就可以了，冒烟就可以，然后这时候赶快装罐，就是让它的热气闷在里面，然后速度快。好，加油。好，加油。只要能做到老公脾气的一半冲就可以了，就够冲了。然后我们再稍微压一下，这样子，这样就把它封起来了。就不要让它的热气跑掉，这样。
啊，这样子我们就放着，放凉了以后，放凉了以后隔一个晚上就可以吃了，很快哈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一罐也装好以后，我们就等到明天再来试吃。这个就是放在常温，凉了以后就可以进冰箱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晚一点就进冰箱了。你看这个颜色已经变了，这个是昨天晚上做的，那现在是中午，我们来试吃一下，其实就是放了一个晚上。先打开看一下，哇，这味道一闻真的就是芥末的那个味道就冲上来了，好辣的味道。我们先把它取一些出来，其实要吃多少取多少哦，之前我都不晓得，我还没吃完放到晚上，想说留到晚上来吃，就到晚上的时候其实就不辣了，它辣味就挥发掉了，所以你看现在 弄好就把它盖起来。我们先试吃这些一点点就好，然后这个调味啊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放一点点的酱油，酱油这样 会太小碗，一点酱油，一点乌醋，砂糖一点点，辣椒油一点点，来试吃一个看看。调味的味道还不错，可是真的好辣哦，它那个辣味，口腔，然后冲到鼻腔，再冲到脑门。这个芥末的这个辣，它跟吃生鱼片沾瓦萨比的辣味，它其实味道一开始的时候很像，但是吃完以后啊，它的整个辣味还会在口腔停留很久。吃生鱼片的那个芥末它是用山葵磨的，跟这个是不一样。还有就是啊，这个你放在冰箱保存大概可以放一个礼拜左右吧。好，这个是我一个礼拜前做的，我们来吃一个看看。这个其实是用叶子，所以不是只有用那个花哦，用叶子一样可以做。这个也是超级冲的，这个啊就把它放在冰箱里，其实你没吃完就把它收着，你越放它冲味会越来越淡，然后再来呢它会变成酸菜。好，这个都是正常的现象，其实你看真的就很好做，喜欢的人很喜欢，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，趁现在芥菜大出的季节，好，买来试做看看，吃吃看， OK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好啦。